友家集团，全球工具机产业的领航者。友家集团创立于1979年，以诚信负责、永续经营的理念为创业宗旨，在全球设有98家生产基地及营销据点，分布于海内外，相互合作，形成内部网络，发挥集团资源共享之宗效，并以技术领先、品质第一、追求卓越的精神成立了三个事业群。一、工具机事业群。二、产业设备事业群。三、绿能事业群。大家好，我是美科 MCM 的 Jason。 我们今天在南港工具机展 TMTS 2024，那很高兴我们能邀请到友家集团工具机事业群众诚科技的张耿张总经理。这一次的展览啊，主轴是智慧绿能的部分，那想请问张总经理，在这部分怎么去协助客户去达成所谓的智慧绿能永续经营的概念？基本上我们众诚科技这次在 TMTS 参展的机器主要是以绿色、节能、永续作为发展的目标。我们的产品已经做到整个能耗的管理，我们透过 EcoMore 所有的马达、马力、被动与主动的一个电源，我们都做有一个有效的一个统计及管理，对整个14064-1的一个碳盘查，我们公司已经做完了。接下来就是我们要做到14955，未来产品会做到整个14067碳足迹的一个部分。身为地球的一员，众诚重视绿色与环保，我们希望做到节能减碳。过去我们使用矿物油抗乳化之后，油对整个皮肤产生瘙痒，油气的吸入对人体的危害。我今天我们选择的植物油，主要是以每颗切削液为第一优先，改成植物油，这种现象已经改善很多了。本次我们友家集团这次参展的机台为五轴加工中心机，这台机器我们也拿到绿色节能标章，拿到金标奖。台湾立委本次参展的机台为车铣复合加工中心机，也获得 TMTS 节能标章的金标奖。好，今天很谢谢张总经理这么详细的为我们介绍，那也很谢谢友家集团能够跟美科一起为这个绿色的加工环境尽一份心力。那谢谢张总经理，谢谢谢谢。Your success, we make it happen。选择美科，成就美科。I make the impossible possible. MCM Super.